好晨，好晨，好晨，你冇事啊嘛？冇事，啱啱去旅行翻嚟，小心手信啊！多謝。好晨，好晨。Okay, 咦？點解又加阿比開唔去過一過大海又？你又睇下我邊度？我冇買都唔算啦。咁咧有長假，點解周年咧？先想入去做。你好恩愛啊！我成日都咁浪漫㗎。哇！神入餅，你唔啱都。睇人包場啊嘛！你都唔使睇啦，啊！咩嚟嘅？咦，豬油哥好似勾咗啲喎，麥場。你有意思咧，就勾。我哋以前豬油哥咧，我哋食得好甜啲，做事咧唔好咁魯莽，唔好咁衝動。有意思啊！我大家聽住啊，一陣有單 case 咧要同海關裝 lock 嘅，咁大家食完嘢之後咧，仲要。一日。任信兩極路人，誰又可知道？每個亦都帶着寄望。身份證是一樣很重要的證件，所以市民應該小心申報存，絕對不可以轉讓給任何的人士。根據人事登記條例，任何人如果沒有合法的權限或者沒有合理的解釋，而將身份證轉讓給任何的人士的話，即屬違法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罰款港幣100,000和監禁10年。I.D. 精英的演员亲自教睇戏，即刻上 TVB.com 就睇到嘅啦。跟住名嘅系《千奇百趣》。阿蟹生，你冷静啲好吗？阿蟹生，阿嫂，我想问下，点解今次系 John Lock 要交俾公主负责？你唔觉得公主佢黑喺呢度，可人为公主？死啊！現在你們踩過界了，誰踩過界了？頂 Sir， 點知道決定這件事，我們怎麼都要一個交換。阿 Sir， ID 精英器由中藥世家百王防脫洗髮液贊助。中藥幾錢？100,000。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可以甘心至甘墮落到這個地步。他被人追緊賭債，不知道賭債還中借錢給他。